啊。有外国人给我说了，他说什么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因为金华店啊，我金华店我就是什么的。晚上好。我昨天晚上去服装不选的吗？哈喽。是的，刷一下手机。今天恩森聚餐，今天是吃播不是。我们不去中泰楼上吃不行。对呀，因为他是大姐，我跟姐大姐。捞吗？不是不是不是吃海底捞。等人到齐了就下播。今天拍的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我拍了，但是拍的不是很好，等会儿发给他们看看。对呀、啊，还没开始吃。指甲好绿，我指甲一直都是，从那几天做了就是这个颜色。真假的？真的，我下月我就下主持人的资格了。都给我了，真是都给我了。怎么中途跑来跑去？因为你们看公演不也经常进进出出吗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有的时候累了就想去休息一会儿啊。我也在蜜蜂小狗，什么蜜蜂小狗？这蚊子不知道哪吃的好啊，磨了皮的。这个蚊子包，别看它。弄个十字架给他，好痒痒。我在努力忍住不去挠它，好像有点好笑，不许笑。我是狂奔，因为我要给别人拍拖，但是我忘记了，然后我一下子就是说，一下子听到他们的歌开始。很热闹，是的，八个手机，八个女人在直播，聚餐吗？对呀，谢谢猫吃鱼送的荧光海，开车了，还把吃的带进去，我就带了奶茶，我就带了喝的。这不是漂亮女饭吗？好搞笑！我感觉今天真的有粉丝以为我跟陆婧婷是粉丝，当时他们还在问我推谁，我说我推苏菲，笑死！苏的眼神，好恐怖！八个女人，不行，我要穿，我受不了等刘丽菲跟陆婧婷他们到了，我们就下播吧。开始准备吃饭。有人点菜吗？他们还没到呀。好吧。他们还有多久？他们不会还没出发吧？谁来问问陆婧婷他们？谢谢玩一个就送的荧光棒，首付白票到了。当然没票到，苏菲的首付没拿到啊，没有人给啊，当时问了好久，问了好久都没有人到。认真吃饭，对呀，对呀，这么多人呢，肯定不多啊，认真吃饭。已经加前辈了，苏菲前辈可以吗？虽然直播是的。下周带给我，你要的。下周带给我已经没有用了。好累。不会饿到现在吧？没有。没反应过来，不说了。好困，好饿。啊，也不饿，好困。回去还要搬宿舍，好烦呀。还要回去通宵搬宿舍。是的，等会儿多吃点。还没搬完，没有。我昨天晚上没搬，我昨天晚上睡着了。黄金的时间是的。
对呀、啊。喜欢跳舞。那个、我已经关了，我收藏跳舞的。我就觉得。前天好恐怖。要是那个去外面吃饭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是夏伯子临时给我打电话，打完了已经很晚了，对，今天晚上不睡觉。我们可以，我们先点一个锅哎。对呀，我先点一个锅。我今天出来的时候，吃什么？吃海底捞。昨晚没班，是的。你们也是。好像要点餐了。我们两口锅都要吗？可以点两个双拼耶。对呀、啊，两个双拼。你们也是，但是我们不在一家店。对，昨晚没搬。但是感觉海底捞除了猪肚鸡、番茄还有辣锅，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天哪，这个包好痒呀，好想挠它。菌菇的也好吃，好吃吗？没吃过。看他们点吧，我都行，我都行。和谁吃饭？和 N 三的大家一起吃饭。黄树桐，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形象啊？没眼看、啊，简直！这还有外人呢，你干嘛？不是，我说的是服务员。不了，他咋？你管他呢？他没有咋。哎呀！哎，咋？好困，我也是。我也想下了，好无聊啊。我想吃东西，我想去打个喂碟了。都不叫前辈，好无语呀、啊！闹闹前辈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好困，其实很困了，想睡觉了。我也想要炸牛奶。我想要猪肉。我想要猪肉。哈笑死。好。同行可以接受，我去了。你可以点两份的，然后再加点其他自己觉得是好。好。再点半份火锅牛排和小心肝，在上面。火锅牛排是这个。对，这个好吃，其实可以。只有两个半份，为什么不点一个整份直接？还有小菌干，嗯、看一下。哎，下面吧。它不会没了吧？就应该就在刚刚那个那一个，对，刚应该就在这一块儿。我去。那等会问一下啊，这里这里这里 ，OK， 好了，我可以了。啊，学忘，可你们吃就点吧，我都行。好了，我点好了。怎么是黑的？我去点菜去了。我点菜去了，顺子什么鬼？我点菜去了，他们不会还没？闹闹，问一问他们出没出发呀？他们不会还没出发吧？
陆金婷他们在吃福鼎肉片，他们不会在宿舍吧？啊，我真的想打人。对，他们还在宿舍。刚看他房，那应该不是，他们应该在路上，因为刚刚我们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刚刚出发的时候，他们才在买福鼎肉片。怎么这么晚还有福鼎肉片？福鼎肉片就是这么晚的，福鼎肉片每次都开到这么晚。地摊三四点，对啊，地摊都收得很晚。看一看。发给你了，应该在路上。快，我们下一个锅都还没下。下了，下了个锅是吧？没有啊，在这呢。啊，刚刚刚刚出猪点了呀。你下单了？哦。饿啊，好饿，都准备好吃火锅了，不吃啊？是呀，是呀。难过吗？不难过，别问了，你能不能就是？装调料。啊，我也去。啊，我也想去，要不你们在这待会儿。我已经装了，我已经关了。等等，可以带着去，走吧。打调料，打调料。嗨，我的小披风，它没了，只有这里了。等一下，有点丢人，你们就先这样吧。哦。天哪！我爱蒜泥。你们吃麻酱吗？吃。看。你是河北那边的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是新疆的。对，他新疆的，新疆阿拉斯加人，那不错。混血混的，啊，笑，哎呦。为什么你们刚刚一来他就给你们开包厢了？上次我们来求了他好久才给我们开包厢。因为我们是老客啦，他看你脸熟了可能。啊？你拿小的弄吗？有碟子。嗯。牛肉腻呢？这是土豆丝吗？这是萝卜丝吧？萝卜丝？怎么可能是土豆？好吧。长得就不像土豆。哎呀，好难咬。哇，我弄得满满简单，他拿得了吗？我拿得了，我就只打一个牛肉粒吗？好。哇，这水果也好好好。OK。走吧，鸡肉末看着不好吃啊！我要蚝油。等一下，我打漏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拿得了吗？我拿得了，我就一个。哇，这么多！对呀、啊。
我觉得好吃。确实。好啦，我的调料打好了，吃饭喽。还挺好吃的，这个鱼皮。鱼皮，对，很好吃。尝一下。萝卜丝儿。他说是土豆丝儿，我真的无语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土豆丝儿？看调料，你这是不是也是麻酱？对啊，我一般倒这些。什么？香菜、牛肉粒、蚝油。哇，这鱼皮好吃。哇、嗯，嗯，我要吃了，拜拜。下播。